好 ，OK，OK，伙伴们，我们开始继续往下走了哈。那我刚才把那些东西稍微修了一下啊，我不要出一点中文字。好，然后呢，没有中文字啊，OK。然后我会把它先第一个，我用那个 Grammarly。那 Grammarly 的话，因为我是学校有给我们台大外文系还是台大哪边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用进阶版，免费的。然后这边先按 New，这是我过去弄的东西啊。好，再来呢就测试。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会把这个，好，这边的话来 set goals，设定你的目标哈。那我先跟各位讲，我有一个字到现在没有，purpose，aims，goals，我到现在没有弄懂过。objective 就object 那个目标，goal 也是目标。那 Google 的这个目标是那个踢足球球美叫 Goal，就是它其实大范围不一样，这是英文词里面的。嘿，有一个说法，就是对，说一般讲那个就是郑嘿，重东西的那个就是 Goal。对对对。然后我看了很多解释，我到现在还没弄懂，因为我写部落格，改天再讲的话，我就不岔题了，就很难懂。好，来这边哈，set goals，你的目标是什么？哈，中文就是目标。就像他们叔叔伯伯全部都 uncle 一样就是比较精准问 对对对对，好，来 domain 就是 academic，人家学术的、商业的、一般的、email 的、仔细的、有创意的，有创意是不是乱写我就不知道了哦。来这边学术的，然后学术 essay 文章报道和报告，其他这我搞不清楚这两个哪里不一样哈、哦。OK，好来那个 format 叫做论文格式，论文格式。很难懂哦。好，来，OK，那就按当。好，来，各位好，那我们就开始。来，标题。哎，那我英语不错嘛？拜拜。没有，没有人看我 YouTube，我点阅率很低啊、哦。除非上次也突然掉出去，我们越来越大，我们的没有网脑的，加速你的信了哈，这边没有姓王的，好。啊，那个我跟叶友在98号的时候，我在那边讲，对不对？那边他帮我推，一下子就600多次点阅，因为他会帮我行销，然后曝光了2万次，有600多次，就没人看那个东西，好不好？开玩笑，也没有泳装，也没有美女，只要看到一个老头在椅子在那比来比去，对不对？好，我下次应该弄个那个泳装的这样子，不行，我们哥还是来这里。标题那个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哦，那就选一个，好，在目的。这边有一个 important index to evaluate the oil quality，我看这什么我也不知道。来，他会告诉你，it's an important oil quality index，接不接受？我觉得比较顺，就接受。好，OK。好，那这边 that can be used 在哪里？an important A vital, critical, crucial. 哦，没那么严重了，important 就好了，important 就好。对对对，真的就是那个 vital 也是很，我不想 vital 怎么讲，有点像 vitamin 那个意思，很生存必要的东西。critical 非常关键的，至关重要，大部分同学至关重要。crucial 也是很关键的，那我是 important 就好了哈，他就咬文嚼字的，不管他来。Can be used，他一定告诉你。This sentence appears to be written in the passive voice，它是用被动式写的，然后它 consider writing in the active voice。那我曾经读过另外一篇英文文章，他说不要理它，因为被动式是很常用的。我至少我领域科学文章 can be used 很常用啊，好，不管它，来，and 哪里有问题？加一个逗号。好，我听他的，好，我听他的，因为经常我都不想动了，就听他的啊。Is the man？好了，primary，OK，man 是主要的，primary 是主要的啊。OK，那不行，我坚持，我写英文，那就 man 就好了哈。来，我怎么样？我骨气啊，怎么样？我英文再烂，我那个哈。In Taiwan, the procedure blah blah blah, the cost of ice oil is higher than the other region。听起来很好，那对不对？
点过来。Ice often costs more than the other， 哎，这样也对。有没有发现我写的 cost of ice often is higher？ 有一点点台式英文。哎，然后这边写 ice often costs more than， 哎，很就比较英文的，对不对？好，那就是我台式英文的问题嘛。听他的，来按下去。哎，我在录影呢，我到时候我丢出去哦。我不会讲我是英文多强，但我就是这样熬过来的啊。好，听他的，来这里。但是明白，我先写过了，对不对 ？Before the exam， 一个点就好了啊，一个点。我说班的时候被老板盯得多惨了，哎，一人多一个。老师，那个多一个没有啊？滑鼠一过去，哎，真的多一个，多一个点看得出来，但多一个看不出来。好，来这边一格，好，再来。POV test， 我猜这是复数，对不对 ？Remove the comma， 把那个逗号移掉。好，接受。好 ，OK。然后这边 reminds of 变 in， 对不对？是变成 in。Remind me of the oil， 错。我想表达意思就是说，有基层 ，remind 就是留住 ，remind 其实是提醒啊，留住是这个，我觉得是我用错的哦，到时候再确定一下啊。那 remind me 就是提醒我，是属于提醒，但是 remind 我可能用错这个字，我到时候再修啊，就是把它留住，可能用别的字，我到时候再修啊，那我就。这边用加加加好，我希望用加加再去处理啊。来，我给你个 solvent 复数吗 ？Solvents， OK， 复数有没有？好 ，OK， solvents， OK， 好，再来。We had no plan。We had yet to develop a new。OK， 好，听到了 ，OK， 没问题。好，来。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his study end， 它就是用过去式的动词。The end of this study 是名词，过去式，它是动词，过去式都可以，因为我看到的话哈，用名词机会更大。好，所以没关系，我不接受。好，来这边 economic， 哪里不对 ？economic， 我这个我不懂，这个讲 economical 跟 economic 差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名词是 economics， 有加 s 就是经济学啊。我开个玩笑，以前啊，我们经济系的读到快死掉了，他们叫 Econ 那 Econ， 啊，听懂台语的才知道。好 ，OK， 那就接受了。好，这边好，来这边结束。好，再来 methods 方法 POV OK POV 不管它哈，来这边 POV 哪里问题 ？POV various 啊，我懂。它 various 就是。不同的，但是后面接复数，他就帮我 P O V 加 S 了。听到的，好了，来接上。Along， fresh oil along 没有没有 ，OK， 好，听到的，把 along 拿掉。By using fresh oil， 这边嘛，多一个空格，是不是？你看到、啊、他把我抓出来，一格两格，果然多一个空格啊。所以这个文法是我在书上被修的很惨，你们现在大学生就听到这个东西啊。好，再来，欸没有，那时候完全没有啊。那时候完全没有啊。这个是我这两年学的，这一两年才学的。所以你们也没有，你们没有别的幸福，因为你们学的更多。来这边 ，was used， 他讲说 was the standard in sense。哎 ，OK， 我可以接受他用吧 ？was the standard， 接受。好，来这边 ，five solvents were compared with 这个东西。哪里有问题？他说用过，他是 passive voice 叫被动式，请你用 active voice。voice 是声音，也是被动式，我们翻译成被动式、主动式啊，我不管。好来 ，and they were gasoline。with isoactane， 我们看到的意思是说，五种溶剂跟异辛烷比较，冒号 ，gasoline。括号九八五千 ，hexane kerosene toluene and xylene。哦，我接受，我接受他这边 rewrite for clarity， 重写比较清楚。好，来，我同意。好，我不管。好，来这边第三点，这里哪里有问题？不能拿掉了。我听到的。好，来 ，been and then analyzed。好，听到的，反正我没关系。
我听到了，听到了。and they analyze with one way ANOVA， 这里其实多一个。对，你看，你有感觉了？哎，我受半光多一个少一个，被老板盯多惨了、啊。但我博班很少犯这个错，所以要谢谢我指导教授啊。好，来 results。有可能，哎、欸，为什么 Word 跟 Word 不一样 ？POB 单数是这边 ，OK 啊，那我看成 Solvents，OK，Word，Word、okay, Word 我同意，好 ，Word， 好 ，OK， 再来 ，P value，P value，P value，OK，、okay, 好，同意，同意，好 ，And 前面加逗号。我之前用另外两个，我之前用另外两个软体的话，好，一个这种逗号要加，一个逗号要，一个逗号不要，就 A 校正网的帮我加逗号 ，B 校正网帮我删逗号。好、啊，没那么严重，这个没那么严重，因为本来就两个都可以的时候。你有听过 ？I don't like the fish either。我也不喜欢，啊，叫 either。I don't like the fish either。either 英国讲比较多，我在美国大概偶尔会听到。你两个都可以，对不对？那就不严重。Friday，OK，、okay, 星期五。我朋友，我一个朋友念 Friday。你前后文就是礼拜五的意思没有错嘛？啊，他念 Friday 就是强给你，你是死美国，不能嘛，对不对？好，来 ，OK， 这边逗不逗号无所谓，接受。Six solvents， 哦，这个加 S， 这是我的错哈，没有加。好，你看，刚刚听我讲，没有人抓得出来，现在软体抓了，对不对？好，来。P value 加一横没问题 ，and 加个逗号，照都可以。eat 不要 eat 好了，那就它就主词连接词，然后 eat 拿掉。OK 好 ，OK 好，再来 kerosene 哪里有问题 ？kerosene 我记得不用大学的。好，那没关系，因为柴那个煤油不是特殊的，不用大习惯了。The p value 加一横 ，p 少一格 ，and 加过去，没关系，回去我们再加好了哈。加，哎、欸，正规要加，对，正规要加。好 ，and all other or five other five， 哎、欸，这个我不懂，这个我不懂。好，我就听他的，反正他是电脑嘛 ，five other。Solvents, OK, 好 P-value 一横接受 And 加逗号接受好再来 P-value 一横接受 And 加逗号接受好 Kerosene 不管它 P-value 加一横接受 And 加逗号接受 Five solvents 接受好哎、欸、你说哎、欸、哪边这个我们回去再改我们回去再改好来再来Has been 哪里有错 ？Which has been 好，这我的错我的错。Which has been used for frying to fry for frying OK 好，哥我刚才第一个念的是 for frying 对对对，所以还是有直觉的哈。For frying 曾经被用来炸过食物啊，好来，所以你是哪里有问题？Used for frying 啊 ，Which 也是你讲的 啊 ，For used 也是。这球在录影，要维持一个老师的形象啊！讲的太棒了，把我林母修的真好啊！好，加复数，好来这边，好来这边准备进入结论哈。For the toxicity and restricted use by law， 哪里问题？他说，啊，我知道，这边 appears to be an incomplete。Incomplete 这是 in 就是否定词嘛，不完整，对不对？那我们会讲到不完整叫做 not complete。好，这个我们慢慢学 incomplete 在这边哈。好来，那我怎么办？搞定。啊，这样有比较好吗？不能，我就没不能用 hyphen 了，不能用 hyphen。那 toxicity 哪里有问题 ？For the 不用的 ，OK， 好听你的，可以。For toxicity and restricted use by law，
by Lowe's。好 ，OK， 我听他的，我回去再查。哦，来这边，来 Hexen， 小雪对不对？我猜是小雪。哪里哪里哪里？我猜是小雪了，好。没了 ，OK， 好来 ，For coloring effects and observation， 它是不完整啊、哦，不完整没关系，我就这样子来。好 ，OK， 然后空一格 ，For color effect， 哦，这是小雪 ，OK， 好，听他的。现在我会比较喜欢要学英文，就一个一个改，听他的一个一个改。好，来这边 ，It's easier， 英文是 easier， more accessible。这个是我不会用 ，access 是进入，好，那 accessible 更可趋近的，更可进入的，我脑袋没有这个词，你写我看得懂，但是好 easy 好了，我们坚持一点阿元的英文啊，好 conclusion， five solvents tested 就是五个用来做测试的呢，我用 are shown similar， 然后看到 showed a similar POV， OK， 好，我听他的。它 are shown 就是呈现出来，被呈现出来。但是他说这五个当主词呈现过去式，我同意。accessible。对，那个 access。对。它是好像是说，有些它是一个类似存取的一个。access 是进入或存取，对。is accessible 就是更容易可以读取的。嘿，然后呢？但是我想表达 is easier。英文是 easier for people， 人们更容易读到这一个。我英文程度就写 easier 嘛，怎么办？accessible 那个是比较咬文嚼字的，对，对对对。那对我而言，我有时候会觉得就是我的程度只有到这里，你用你的帮我写是没有错，但是我不要一下子跳那么高级。对对对对对对，阿远的英文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没错没错没错。好，这边 showed OK， 好，这边 showed a similar POV， 好，然后。Of them, not all of them. Not all are good. 所以 of them 它修掉了，它把它变精简了。Are good substitutes. 好，接受。Are good substitutes. Suitable. 听到的。好 ，OK. Good 改成 suitable. 好，再来。The use of hexane is restricted by laws. Law restrict the use of.哎，这我脑袋没有这个句子。法律限制的这一个，好，我先听他的好了，反正他是那个嘛。等一下好，等一下好。好，等一下好，我们要很认真。我这边有笑场了，很认真的把英文修好。好，来 ，Kerosene shows slow color change compared to 哪里有问题？来跟我讲。Then other。不用 compare to， 好好听他的，他用 other 一个字，好，这他比较精简。好 ，kerosene， 全部都大写，不用了，小写。Update all， 他就全部更新，因为 kerosene 是没有不用的哈。好 ，present 呈现 larger，more considerable variation，more considerable、哦。我就不是他讲的那个词，比较 more considerable， 对对，类似这个意思。但是我说他比较秀，比较大的那个 variation， 它的变异数比较大，所以我会先有原来那个词，对，对 ，and that 他讲 which， OK， 我听他的啊、哦、，which is not suitable， not suitable 是中文语法的不适合，但是他们有个字叫 unsuitable。好，所以就这个你都看得 unsuitable， 但是我不会用，我没有，我想 not 好 unsuitable， 听他的，好就学会一个字。Gasoline is the cheapest one， is 变 was 是不是 ？was OK， 好听他的，好最便宜的。But however nevertheless， 好 however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赞啊，好棒的英文。来，It does interfere， 不能我猜上 did， does 改成 did。However, it's red and
it interferes。好 ，OK， 听到的，他就不要像我 does 去强调那个字了哦。好 ，OK， 听到的，好。好 ，thus tolerate anxiety are recommended。不要用被叙事，来，管他的，好 ，OK， 就这样子，好。这边是不是结论对不对？最后甲本跟二甲本是推荐的，推荐的，好 ，OK， 这边结束。然后你看我这边全部复制。好 ，OK， 然后到这边去。你看我怎么做哈？这边哈，我先不要贴上去啊。这边，grammar 是 M A R 结尾啊，我常拼错，变成 M E R， grammarly。好 ，OK， 然后就把它贴上来。那 OK， 把它。好，然后到这边，到这边，好，来，那500个字对不对？好，来 ，OK， 工具字数，来猜猜看多少？哇，差不多啊，去掉我们3个标题。对，我以为会更多，结果看起来好像还好。好，再挡住了22分钟的。我们用个就好了，不要用 ChatGPT 啊 ，ChatGPT 我们下次再来好不好？先，我们正式的那个海报再用 ChatGPT 好了。好嘞，那目前为止就是，应该把笔电拿起来跟大家示范一下哈。那个感谢大家哈，就是那收音这么难，那除了示范而且敢录影啊，就是说你们一次两次之后呢，以后你们到下个阶段去，在研究所或者在其他地方的时候。但也许到时候未来不用写论文了。有一些地方要求全英文，有一些地方不看地方。的话，我们就用这个为底，然后可以的话，我们明天讨论。Hello。来，那我然后停止录影了。那这3段可以用到放在网络上，大概超过1小时了。慢慢，然后忘记的话，那个杨老大你就没事。解散喽，谢谢大家，那大家晚安。